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我是耿如。开麦啊！很遗憾今天早上的事件，那很多状况，我觉得我也还在努力的厘清和了解当中。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，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。谢谢大家关心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，然后一起弥补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。谢谢大家辛苦了。刀客状况还好吗？我就再不回答问题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我是耿如。台南第一点去医院，开麦。一二三，我有开麦啊。很遗憾今天早上的事件，那很多状况，我觉得我也还在努力的厘清和了解当中。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，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，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。那以前的事情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。然后谢谢大家关心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，然后一起弥补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。谢谢大家辛苦了。然后因为这个空间会影响到很多真正需要用到医疗资源的人，希望大家得到我的回复之后，可以把空间让出来给更需要的人使用。谢谢。刀客状况还好吗？我就再不回答问题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